给 AI 做甲方，并被惊艳掉是什么感觉？事情是这样的，领导交给我一个低空经济狂想曲创作任务，我找 AI 来做乙方，先来听一听 AI 随意创作的 demo 小样。清晨的阳光洒满大地，无人机起舞在蓝天里，风中翱翔，云间徜徉，能载着希望跨越山海，开启低空经济全新篇章。国风的感觉不错不错，但是能不能换一种青春的感觉？蓝天闪着梦想，低空经济乘风高飞，毒蛇慢慢减少，天空开始变得热闹，感觉还差点激情，有没有燃一点的说唱？空经济狂想曲在城市上空演绎，每个梦想都变得触手可及，空中意识随叫随到，无人机配送准时高效，经济音量救助空中丢了新航道。我个人喜欢摇滚，有没有八九十年代摇滚乐的感觉？必须有，安排。荆棘狂想曲在原野上空演绎，每个梦想都变得触手可及，引起校园争分夺秒，保障复兴满的信号，空中巡江四角，俯瞰河山风景好，农业之宝生烦恼，那个结尾我们想要既温馨又激昂，能够催人奋进还能安抚人心。请稍等。蔚蓝的天空下映着晨曦的光，几行飞越每处山岗，飞向远方，低空经济前进无限宽广，等待我们一起去开创，无限宽广。每一个版本听下来都很有感觉，但我作为矜持的甲方还是要保持镇定，提进一步要求，我们还想要呈现一个歌曲的 MV。 下期安排。